上回咱们说到，晋武帝司马炎对臣子的态度显得是很宽容的，而且很乐意摆一副善于纳谏的姿态。但是有一件事，他是绝对不接受意见的，就是到底也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绝不给自己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这个攸字是悠闲的悠，去掉下面的心字底。今天这一讲呢，我们主要就来说说这次皇位之争，也正是这段历史拉开了西晋乱世的序幕。溯本追源，这事儿还得回到当年司马懿和曹爽的斗争。曹魏和西晋是两个朝代，但是仍然属于一个时代，很多问题都是一路带下来的。司马懿能够挫败曹爽，大儿子司马师功不可没。司马师暗地里养了3000死士，这个是司马懿能够发动政变的核心力量。二儿子司马昭的作用呢，就一般般了。关于晋朝的正史《晋书》其中说道，政变之前司马懿有事儿只和司马师商量，司马昭连父亲和哥哥有这个计划都不知道，直到政变前一天才被告知的。史书还特意记录了一个细节，政变前一天夜里，司马懿悄悄派人观察两个儿子的表现，司马师该睡觉睡觉跟没事儿一样，司马昭呢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心理素质就差得太远了。总而言之，政变成功，司马家掌握权力中枢，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二人的贡献根本没有可比性。政变成功之后没几年，司马懿就死了。司马懿在的时候，有人虽然不满，但是也很难说什么，毕竟司马懿这么多年资历威望足以服众，而且他的手段大家没礼教过也见识过，司马懿一死，他的儿子还想继续掌权，很多人就不干了。所以司马师执政时间虽然不长，但他面对的局面可真是内忧外患。不过司马师靠着既诡诈多变又强悍凶残的手段，就是把最难啃的硬骨头都给嚼碎吞了。而且场面上司马师也没有弄得太难看。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把皇帝给废了，但流程是先废皇后，再立新皇后，再由皇太后下诏宣布皇帝的一系列重大罪行，然后由资望极高的老臣去宗庙向曹操领衔的列祖列宗汇报，这才把皇帝给废了。虽然真相是怎么回事懂得自然懂，但形式上所有的行为都合乎儒家经典，也可以找到历史先例，别人也就很难说出什么太难听的话了。作为比较，司马昭执政的时候，皇帝手上已经没什么力量可用了，要控制他其实容易多了，但是司马昭还是让皇帝冲出了皇宫，最后皇帝被当街捅穿，闹得沸沸扬扬，司马昭把自己也搞得极其难看。不过司马师就是一点不如司马昭，他没儿子，而司马昭有好多儿子，所以司马昭的儿子司马攸就过继给司马师当继承人。不久司马师去世，过继来的孩子还小，司马家掌权的呢就是司马昭了。后来司马昭多次表态，天下是哥哥挣来的，自己没什么功劳，将来继承大权的将会是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过继过去的司马攸。司马昭必须这么表态，因为司马昭头上还有很多叔叔，平辈还有很多兄弟，家族创业史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大哥司马师是什么水平，你司马昭是什么水平，兄弟们都懂，所以司马昭必须这么表态。但是司马昭最后呢，还是传位给长子司马炎，没有给司马攸，毕竟司马攸已经是哥哥的儿子了，宗法上论是侄子了，侄子哪有儿子亲呢？应该说司马昭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这个安排还是得到整个司马集团内外的普遍认可的，一来司马炎已经建设好了自己的政治关系网，二来司马昭死的时候呢，司马炎30岁，司马攸20岁，30岁的年纪接受曹魏皇帝的禅让，既年富力强又不显得年少轻狂，刚刚好，20岁的毛头小伙子就还嫩了一点，再等几年呢，支持司马家的各路人马可得不了了，都盼着改朝换代自己好升官呢，这么一算还是司马炎当皇帝合适。果然司马炎一登基大肆封赏，汉代最高级别的官员是所谓三公，司马炎一上来就弄了八个公一级的爵位，还封了一大批同姓王，而且这些王爷是有军事政治上的实权的，这也是吸取曹魏的教训，曹丕防着兄弟，曹魏的同姓王没有权力，结果司马家控制了朝廷，这些曹魏的王爷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司马家要给自己的亲人实权，那么哪怕中央出问题了，地方上还可以补救。但是你可能听说过黑格尔一句很酷的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这句话很酷，但是是不对的，实际上人类是不断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于是回避了老问题又制造了新问题，晋朝这就是典型的例子，给王爷们实权就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总之皇位这事儿是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司马炎对司马攸也是一直有心病的，更糟糕的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看起来好像是个白痴，或者比白痴强不了多少，所以很多高官就觉得当初我们支持陛下您当皇帝，但是将来呢您不幸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之后，就不要传位给你的傻儿子了，传位给弟弟司马攸吧，这就造成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一种紧张感。世说新语里边不少内容都是和这事儿有关的，比如有一个故事说晋武帝有一次和群臣喝酒，
有一个老臣呢喝醉了，跪在晋武帝面前，用手抚摸着晋武帝的床，当时的床是用来坐的。这位老臣说：“这个位子可惜了。”晋武帝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还能说啥？只好笑着问：“公醉言，您喝醉了吗？”晋武帝很期待大臣们能承认自己的儿子并不傻，宝座传位给儿子是不可惜的。于是呢，他也就特别希望有大臣能够帮自己说个话。当时有一个叫何乔的，乔字呢是山字旁加一个乔装改扮的乔，他是晋武帝亲近重视的这个大臣。晋武帝就对何乔说：“我儿子最近好像长进点了，你呢不妨去看看他。”这就是盼着何乔能给儿子说两句好话。何乔回来了，晋武帝就问：“咋样啊？”何乔回答说：“皇太子圣明的资质还和当初一样，皇太子圣智如初，本来多傻，现在还多傻。”顶撞皇帝怎样把话说得文雅又扎心，这是经典案例了。皇帝和大臣僵持不下，刚巧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冬天洛阳城发生了大瘟疫，死者数以万计。第二年，晋武帝本人也染病了。当时很多大臣都觉得皇上的御体已经无法康复了，支持齐王司马攸的人就行动起来了。但是出人意料，皇帝痊愈了。他知道自己病重的时候发生的一切，这下是再也无法按捺住心中的怒火了。终于晋武帝下诏要求齐王司马攸离开朝廷，前往自己的封国，等于是把他逐出了权力中心。司马攸声称自己需要养病，并且请求为母后守灵。这个请求看来呢是十分自然的，因为齐王自幼就是以孝心之名的。但是晋武帝相信这只是借口，他认定齐王只是不愿意走远，好继续等待机会而已。至于养病，任何时候生病不都是最常见的推脱借口吗？当初咱爷爷司马懿的权力之路是怎么一路装病才走出来的？谁还不是烂熟于心呢？晋武帝于是派御医去探视司马攸。御医知道皇帝想听什么，所以带回去的消息总是说齐王健康状况良好。晋武帝召见司马攸，司马攸呢是个注重风度的人，在皇帝面前强撑着让自己举止如常。于是晋武帝越发相信司马攸没病，勒令他赶紧上路。就这样，齐王司马攸踏上了前往封国的征程，仅仅挨过几个晚上，他便吐血去世了。晋武帝听到了消息，不能不表示后悔，他把御医给杀了，自己失声痛哭。这个时候，有人冷冷说了一句：“齐王名过其实，而天下归心于他，现在死了是国家的福气，陛下何必过分哀伤呢？”结果唰，晋武帝的眼泪也就收住。就这样，晋武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到底是成功接班了，这就是晋惠帝。晋惠帝看来确实是智力不太正常，留下来著名的典故何不食肉糜，闹饥荒了，老百姓没饭吃，晋惠帝问他们干嘛不吃肉粥啊。皇帝既然智力低下，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当国家的主心骨，于是野心勃勃的皇后想专权，一大帮子司马家的宗室亲王都想夺权，杀来杀去，有了所谓八王之乱。中学生背历史，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可能也觉得没啥区别，就这么背下来了。其实这两者真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西汉的七国之乱是七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反对皇帝，但是青春期的帝国展现出强大的活力，遇到一点小挫折没啥，三个月时间完全平定，不久之后就迎来了汉武帝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西晋的八王之乱就不一样了，它不是八个诸侯王联合，而是他们轮番上场，实际上还不止八个，这些王爷们抢着控制皇帝乃至篡位当皇帝，前后历时16年。西晋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腐朽的政权，这就好像一个老人早就器官衰竭了，摔倒了，挣扎着想要爬起来，结果爬一半又摔倒了，就这么反复摔下去，终于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些王爷们死掉也可说是死有余辜，但是无数的百姓遭殃了，几十万精锐将士在无聊的自相残杀中死光了，当时的边患问题再也没有能力应对了，一个300年的乱世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好，我们花了两讲的时间以晋武帝为核心介绍完西晋的历史背景，下一讲我们就聊聊乱世序幕中的名士们，下回见。